新约，罗马福音十七章十一节到十九节。罗马福音十七章十一节到十九节，我用台语和日文来读。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，对撒玛利亚甲加利利交界经过，在一个乡下的时，有十个太哥的拄着伊。在听，出声讲，耶稣先生，怜悯我。耶稣看见，甲因讲，恁去将本身予祭司验，因去的时就得着清气。其中一人看见家己已经好，就倒转来大声呼了上帝，趴落伫耶稣的脚前来感谢伊。这人是撒玛利亚人。耶稣应讲，十人敢无拢得着清气吗？去到下有三个，这个白族的人以外，也无别人倒转来归灵光上帝吗？就甲迄人讲，起来，做你去，你的神救你。起来，做你去，你的神救你。赞美，咱要请圣乐队。